我刚刚的表现怎么样，老师？我觉得他是。Hi guys, Cindy. 现在呢，我人在香港文化中心，然后我今天来挑战一个很实力全开的事情。大家都知道我以前有跳舞嘛，但是我自从高中毕业之后，其实基本上就是没有再参与过任何的舞蹈课。所以今天呢，我就在香港找了一个朋友，我来挑战做一天的芭蕾舞者。来。噔噔，大家今天可能有在 Instagram 看过他，然后他是我的高中同学，叫做凯哦，林超远。他们每个礼拜都会在文化中心有给像我这样一般民众，不管是大人或小孩上的日芭蕾课，所以哇，我真的是七八年没有跳舞了。想起以前我们还是舞伴的，我们一直跳舞。然后我现在真的是看起来自己的身材，就是哎呀，算了，没关系，我们就来看一下我今天会抽筋几次吧，拜拜。参观一下，我们平常演出的地方。The Grand Theater of Cultural Center。哇，比我想象中大哎。通常天幕就会从这边下来。做个大跳吧。我也曾经在下面看你表演了。对，这里就是 orchestra piece， 所以这边会降下去，然后就是会有交响乐团管弦，我都乱讲。对对对对对对对 ，amazing 哦！现在很安静，就好像睡觉一样。嗯。我特别请昌元帮我去，找了芭蕾舞鞋，因为我大概是七八年都没有跳过舞了。我应该七号就可以了吧？这个感觉啊，这个感觉。上完了，所以我们下次 center。On top yourself.
真的是我高中毕业大概7年之后的第一堂芭蕾课，不只是我的心情百感交集，我的身体也很不知所措。我觉得我的肌肉应该很困惑，想说我的主人是发癫了吗？哈哈。好的，现在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刚刚上完了那个超远的课，我的身体快要散架了。Hi guys， 现在呢，我们刚刚上完课之后就来稍微吃个东西，然后我现在想要跟我的这位朋友做个 interview， 那你先自我介绍一下。Hi， 大家好，我的名字叫林昌元，然后 Cynthia 是我的高中同学，我们高中的时候还一起跳过舞，他是我的舞伴。我们高中呢，就是一起在台湾的台北艺术大学7年一贯制。昌元现在就是在香港芭蕾舞团里面跳舞。那你现在来香港几年了？这是我来香港的5年了。其实我在香港芭蕾舞团工作的话，这是3年。那你之前在哪里？演艺学院2年。你自己在香港芭蕾舞团里面跳过，你最喜欢的舞作是哪一支 ？Wen McGregor 的 Chroma。哦，身为一个职业的舞者，你的一天大概是怎么样？我们正常的 routine， 我们正常一天的日程就是早上9点半开始上班，然后我们上班是从暖身课开始，一个半小时休息15分钟之后开始进入排练，排练就一路到6点这样子。嘿，这么久。正常就是跟大家一般正常上班是一样的，但我觉得应该不会到做很多 overtime 或什么，因为舞者最重要是身体。是吗？我还以为就是舞者最重要是身体，就是怕你会太累，然后容易受伤。你不要讲脏话哦。没有，我说我们新的老板想要把香港芭蕾舞团带到另外一个层次，所以我们会有一些户外的演出，那个 program 叫 Ballet in the City 或是一些 pop up 的活动。然后就是在香港这个城市里面随机的一些舞蹈演出或是芭蕾舞的演出，就像我们等一下会可能会去看那个西盛广场里面就会有一个像 pop up 的活动。对，身为一个舞者呢，你有没有就是包包里面是一定要有的东西？我就在突击一下你的包包。你可以突击我包包，但我包包里面现在没什么，我检查一下，就里面捞出什么禁药之类的。我包包里面已经就是水瓶。那我想问一下，你觉得，我刚刚的表现怎么样，老师？我觉得他是我的课上最漂亮的学生，最感动了。请大家多加 Cynthia 常常来上课好吗？我们接下来会在文化中心大的制作，就是经典中的经典，就是天鹅湖啦，然后会为期2个礼拜，中间会有2场的 International Gala， 有邀请一些国际知名的舞星。对，我会把那个演出的资讯放在下面的资讯栏，还有是在这里，这里YouTube 都这样，在这里。我必须说，芭蕾舞以前一直是我非常不擅长的一个东西，我以前真的很讨厌上芭蕾舞。今天就是隔了大概7、8年之后再回去上课，突然有一种很感动的感觉。然后像今天在上课的时候啊，你就看到很多其实年纪都可能比较大一点，因为今天是成人班嘛。然后你就看他们就是都不是就是可能跳得跟专业舞者一样啊或什么，但他们都很开心。所以我觉得这很重要，就是你就是跳舞就是要开心嘛，你跳舞开不开心？废话。这个东西应该是要能够让更多人可以去享受，然后更多人可以去参与的，对。这个舞季里面会推出大概4档的工作坊，上一个刚结束的就是 Peter Pan， 然后现在因为我们刚好下一档演出是 Swan Lake， 所以我今天就赶上了第一个 Swan Lake 的第一个 workshop。因为你知道老师这么帅，要不要来一下？好了，今天影片就差不多先到这里了。我希望我明天不要太酸痛。喜欢的话可以给我一个 like， 然后呢 subscribe， and then go watch his show。See you next time， 拜拜。洗袜了，哎，跳一下，跳一下。Sorry。都会在每个礼拜6的早上成人，等一下，是你们呢？